中間冇一次，我都冇呢度啊！好多演員朋友同埋導演朋友嚟睇嘅，咁琴日。例如因為有好多朋友琴日喺依個金像獎嘅慶功有同我講，所以我就太多啦。我就係記得黃日豪會嚟啦。黃日豪會嚟。有冇叫啲兄弟每人睇十場啊？之前哦，佢哋話佢哋之前有一個計劃，就係諗住話喺九展度就包啲細場，然之後喺出邊派飛咁樣嘅，係啦。佢哋有咁講咯，但係佢哋做唔做？佢哋有咁講，但係做唔做就唔知啦。我自己會不會包場啊？我自己就未必會包場啊。不過睇下到時會不會有啲換票證，就送下俾啲朋友睇咯。嗯，但你自己會不會在正常的時候，即係偷偷地即係咁入戲院睇啲反應啲？哦，正常啊，未有呢個打算。睇下會不會到時有啲朋友一起入去睇啦。自己一個就可能未必啦。嗯，喬裝可以。咁成班朋友就可以低調啲啊嘛。電影的評價對你評價很高啊！係係啊，咁會唔會都希望可以你啱啱個金像獎就係提歌曲，希望可以提名哦。咁希望啦，出年出嗱，如果有提名係開心嘅，咁但係有冇信心就自己就唔敢講啦。咁啊，留翻到時評判啊，或者啲觀眾點樣交代咯。記得叫阿姜紅唔好登你喎。哦，我再提噶，到時係啊，我會叫佢投對家嗰啲，係啦，就登死人哋，咁我就有大啲機會啦。你自己睇咗幾多次啊？睇咗有冇睇過？有睇過，喺柏林睇咗一次啦，跟住上次電影節開幕又睇咗一次啦，今次就第三次啊。咁每次睇都有啲唔同嘅嘢睇嘅，第一次睇就喺德國睇下睇自己演成點咯。跟住上次就真的可以投入呢兩個故事度啦，咁今次起碼可唔可以再看多啲嘢咯？嗯，係咪可以再癲啲啊？可以再癲啲啊？可能咯，可以嘅，唔同嘅癲法咯。但我覺得今次可能大家都覺得演得好，我真係要真心多謝個團隊嘅，因為可能未必個團隊佢哋要求咁高，同埋導演肯 push 我去到呢個位置，可能我都未必演到咁樣。如果下次演風水師，係啊，調轉嘅話，我就真係睇下可唔可以問賴海快啲有劇本啊，係啦，係啊，挑戰咁到時。舒服啲係嘛？咩啊？嗰個舒服啲，風水師唔係啊，風水師都難啊，啲對白難念啊，好難念啊，係啊，啲對白好難念。阿導演話你個性格都沉得住喎，你做即係做慣隊長，係你自己覺得係咪比較即係十二個裏邊你最沉得住氣咧？哦，沉得住，咁我覺得係嘅，咁都隊長都要沉住氣，即係穩住個自己個人去睇觀察所有嘢嘛。咁我覺得呢個都應該係有幫助嘅，即係可能我可以睇得多啲嘢，咁個人又敏感啲，咁可能就對導演佢哋所講嘅嘢，我啊吸收得好啲啦，可能。好啊，謝謝，唔該曬 ，thank you。